让 YouTuber 白痴公主凭借风趣无厘头的影片收获网友们的喜爱。她与多位圈内好友感情十分要好，也经常合体拍摄影片。日前她在 IG 限动晒出在东京的电梯内被拍下的影片，疑似曝光了 YouTuber 阿弟的恋情。只见白痴公主低着头背对着拍摄者，耳朵似乎是因为害羞而变得通红，一旁的阿弟则伸出手试图阻止拍摄。他还在影片中以文字写道：怎么办，被发现了，要说我们只是谈工作吗？搞笑的小剧场影片引发网友们爆笑。事实上，白痴公主曾与这群人的展容传过绯闻，但她澄清两人只是朋友，而且自己个性比较低调，就算恋爱了也不会公开放闪，让不少网友直呼可惜啊。Bye.